自从今年四月发生安心事件之后，原谅咗老公许志安嘅郑秀文 Sammy 近排就积极备战下个月嘅演唱会。至于取消咗九月演唱会、处于停工状态嘅安仔，过去两个几月一直都冇露面，直至日前先至喺 Sammy 嘅社交平台现身。日前 Sammy 就喺社交平台 po 咗张健身相同大家分享，但系张相嘅亮点就去咗玻璃倒影嘅一个男人身影度，嗰个人正正就系陪老婆健身嘅安仔，睇嚟佢哋两个嘅关系真系已经雨过天晴啦。